你干啥呀？我咋踩着你？你媳妇儿呢？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邓小亮，你说你是不是彪啊？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，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。就你出这破招，你媳妇儿能信？除非她也彪。我老婆肯定信。哎呀妈呀，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！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？想起一出是一出，总说自己不幸福，那脾气大的，点火就着。那不点火，他自然不。好贱！哎，别管我叫好贱啊，你要么管我叫小好，要么管我叫大贱，就别连着叫。好贱好贱的，多暴露我性格啊！不行，我真帮不了你，我走了。哎，不，你走，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。 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，完了还不洗澡。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？我不给人搓澡去，我媳妇吃啥？哎，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吃的是啥。好的，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，帮帮我吧啊！你这啥意思啊？啊，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？ 我差你那俩钱儿，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！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，没你这么办事儿的。哎，我借你一次打一次。回来了，身份证。在呢。按原计划进行，藏冰箱里。我把钱还给你。你别让我再看着你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跟人吵架了？没有。啊。 跟狗都能吵啊！我跟孩子聊天呢。啊！我说宝宝，妈妈怀你可辛苦了，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。她冲着我汪汪汪了。你没咬她吧？她没咬我，我能先咬她吗？那我不占理了。大气，以德服狗。 老公啊，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，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！别哭，不行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。你缺心眼儿吧？啊！你看人夸别人老公，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，你老公真有前途，你老公真有才华，夸我呢，你老公真高。 对着呢呀，你把围裙给我摘了。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？嗯，围一个有点短。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。啊，老婆，我是，一听就是找我的。喂，喂，是爸爸吗？ 谁呀？这么客气！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！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！骗子！你要是这么诈骗，能把自己饿死？爸，别，祖宗，除了我媳妇儿，家里有什么值钱的，你都可以拿走。尤其是电视，你不拿走，以后我也不敢看了。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？好温馨呐！哎，老婆，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？藏冰箱，我不是感冒了吗？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，你看着给我老婆吓的。从电视里出来，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？你在这儿装4阿哥呢？那活嘛，藏冰箱里它也冷啊。我电视怎么回事？ 假的，上我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。老婆，妈妈，别怕，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。我信了，你先穿回去吧。别呀，妈妈，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。老婆，听他说完再晕。妈妈，30年了，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。我此行的目的。 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。意外孕育。哎，
那个，你说你是我儿子，你叫什么呀？爸，你现在就起，你起什么我叫什么。眼珠子。爸，三思啊，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，给我起个人名吧。就眼珠子。妈，我身份证。瞪眼珠子。是我儿子，没跑。啊啊啊！妈妈，别打了，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。邓小亮，你太过分了。老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，你都不成你儿子？怪我。宝宝，妈妈，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，妈妈高估你了。妈妈抱。分开。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。我不带，我就让妈妈这样抱着我，永远不松开。分开，你分开。宝宝，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。未来的我爸呀，可厉害了，是个大企业家呀。真的？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。福布斯？是。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。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？我爸那人高马大的，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。老公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哎，我一再强调，失信于女人，何以取天下？儿子，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啊，爸，之前也没商量过呀。这商量啥呀？这随便说呗，反正你妈也不知道。我是搓泥儿灰儿，把灰儿聚一堆儿。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。人体表皮污垢学。哎呀，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。没白听啊，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。行了，大哥，看一眼手牌。那个手牌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。他妈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。儿子文武双全，随我。老公你真棒。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。好哥们儿太重要了。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，尤其是那个郝建。谁？郝建呢？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？老婆，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。不是你亲口说的吗？说看见郝建就想吐，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。你爸还说吧，说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？嗯，给孩子炒四个菜。哦，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。来，赶紧的，搭把手。大功告成，赶紧走吧。啊，等会儿，刚才说我什么来着？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。我问你，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？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？被气懵了。
我哄我媳妇儿话，你也往心里去啊。来，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。哪一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？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赶紧走！哎呀，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。妈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啊、怎么了，宝宝？儿子，干什么呢？地下多凉啊！快起来，来。爸，我这次过来，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。你爸他怎么了？未来的我爸，就是为了这个，哎，累出了心脏病。那心脏。一顿打桥啊，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，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？别拦我，妈，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，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，老公哎，公哎，公哎，公公哎，你把眼睛睁开，睁开，睁开，开开开。老公，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，我享受不起，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。哎，这阴差阳错的，还给你俩整圆满了。那行了，我走了。等会儿。这你看你妈，你能空手来呀、啊？你是知道的，我这来也匆匆啊。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？你忘了？你说你带了，放兜里了。不，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、啊。那个兜？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。再说我给我妈，我妈也不能要啊。儿子孝敬的，妈必须拿着。妈。行了，儿子，这回回去吧。谁呀？我呀。我就这么就回去了。爸爸，儿子，你来看妈妈，还给妈妈钱，妈妈不拿也不好。来，儿子，穿回去吧。不是，妈，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。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。你需要照顾吗？爸，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？啊，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掺和去了。不行，他姥家没电视。啊，那完了。不是，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？儿子，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？地方台还是中央台？啊，爸。你挑个台呗。穿吧。生穿呐。没招啊。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。你先穿，穿完我再想办法。那你还想啥办法啊？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对了，儿子。这酒啊，带路上喝。我还带啥路上喝呀？我就现在喝吧，省得一会儿穿时候疼啊。儿子，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，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别老想着自己没啥，要多想想自己有啥。妈，你要是真想明白了，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，现在啥没了。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。儿子，穿吧。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。妈，我舍不得你。妈也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自己呀、啊。我也舍不得电视啊。老公，你要真舍不得，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。儿子，带上你爸一块穿，让妈开开眼。你是开眼了，我俩这是开瓢去了。爸啊，
长辈先穿。还穿啥呀？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。演戏嘛，不得有始有终啊，对吧，郝建？妈妈，郝建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。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，但是我又不傻。我分得清什么是骗，什么是爱。老婆，老公，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。郝建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这个钱我还。哎，宝宝怎么了？要生了，怎么办啊？送人。郝建，那钱，还钱啥钱呢？就当给孩子随礼了。哎呀，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老板最近抽风了。你说我干的服务员干的好好的，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，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。高兴，媳妇儿也高兴啊，新手机，新衣服，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。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？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，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？照这进度，不到40我就能升天。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？我怎么那么恨人呢？我都恨我自己。喂，媳妇儿，你干啥呢？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。呀呀，媳妇儿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，水果都拿上了啊。妈，这心让你操的呀，操稀碎呀！哎，别挂，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。为啥呀？我就纳闷了，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，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？哦，闹了半天你怀疑我。我不是怀疑你，那就好。我是怀疑你俩。没事没事，你就自然点，正常敲门进去。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，不许挂掉电话，去吧。我不去。行，那我去。我要是上去敲门，够了。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，那我就上去了。记住了。不许挂掉电话！哼！听见没有？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！给你留门呢！听见没有？多么蹊跷的留门！老板，你人呢？给谁留门呢？这是，是我，问心无愧的郝建呐。什么？我听不清，我洗澡呢。哎呀，你过来说。我就先不过去了吧。你真会赶时候，正好我刚洗的澡。郝建，啊，老板。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。不是，郝建呐，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？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？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。没事儿，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。郝建呐，
是这样，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一会儿呢，我前夫来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你明白哈？我明白，我不耽误你俩事儿。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、啊？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，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，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？怎么，这概率很低吗？我为啥提拔你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时而清楚，时而糊涂。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？老板呐，我跟你说，你说话说全乎点啊！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。哎哎，妈呀，郝建呐，你怎么还坐下了呢？不是，你看郝建，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，这大半夜的，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那咋还能用逮呢？我吃你家俩枣，他还至于逮我呀？郝建呐，你看啊，平时这个点儿，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？不，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咱俩啥时候睡过呀？我就直说了吧，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。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？不是，老板，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？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，咱俩到底是啥关系？郝建呐，你要是真舍不得走，那等我前夫走了，完了你再回来，行不行？那我还回得来吗？不，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？你就顶风来的呀？谁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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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下得现形了！郝建，你快点躲起来！我问心无愧的郝建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，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！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。来，快快快快，我斜，我这种，你快点躲窗帘里。快，给你鞋！完了，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。给我站起来！都换新的了，是啊，要不我用啥呀？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？是吗？老高啊，你忘了吧？你走的时候，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。这当年呢，太冲动。拉窗帘干啥呀？大半夜的。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，我也害羞。我牵着你的手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的小心脏啊，扑通扑通直跳。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，走在柏油马路上，迎面就撞见你妈了，把你给吓的呀。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。哎呀，你一看见你妈呀，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，窜到小树林里去了。我一看你跑了，我就追你吧。哎呀，我就追你呀，你就跑啊！我就追你呀，你就跑啊！我就追你呀。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，我说我等会你吧，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。去！哎。哎呀，哎这，哎呀，我去！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，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。哎呀，我的郝建，好，我贱，我好贱呢。我不是说你，别说了。那个，今天我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又要结婚了，找了个小女朋友，年轻漂亮又有钱，你说气人吗？我今天呢，
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。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他好啊，那我俩就领证了。当然了，只要你说不同意，那也不好使。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？你要是这么说，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。来，亮个相吧，小宝贝儿。鞋挂树杈上了。别躲了，都说开了。来，介绍一下，郝建，我小男朋友。老高，我前夫。前夫哥，要不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。啥会呀？误会。配合一下。不是我不配合呀，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，其实是四个人呢。四。天爷爷呀！不要脸！前夫哥，你头上有顶帽子。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，我先走了。我求你帮我一把，我给你升职加薪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那个客人还没走，你这当主人的走了，合适吗？孩他爸，孩他爸扎黑，有点行为行，尽量少说话。好的，老公。哎呀，我，哎呀，别玩手机了，不懂。哎，小健，当着你前夫哥的面，你就别抱我了呗，多刺激他呀。那咱这样啊，你看啊，咱这么多人在，咱做个游戏啊，看谁能一直不说话。到底是小男朋友哈，就好玩，成天手机都不离手，就知道微个博、语个聊啥的。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？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，不玩方块人玩啥呀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俄罗斯的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俄罗斯方块正好玩儿。哎呀，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？冬梅啊，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告诉你，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，你是理解不了的。那每天一睁开眼睛，就是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哎呀，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，小健，来。走一个，不走。走一个，走起来！我爱你。哎，塞北的雪。那个，夸我白呢。我也爱你，么么么么么。完了完了，小健呐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，我给你关机了啊。哎。那是我媳妇儿打来的，我俩真闹不。那个手机有辐射，对小宝宝不好。你光考虑小宝宝啊？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？郝建，你媳妇儿呢？回头我帮你。现在你帮帮我，求你了。好，来吧。有什么事抓紧啊！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。你说老板，你俩咋还离婚了呢？啊，你看前夫哥，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？是，坑是啥呀？夸你呢，还不乐意听了？那好吧，你看看你那五官，哪个能过关？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，还长倒了，多好的一个女人呢！你说你都不把持住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？漂亮。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，这个冬梅啊，
这个按理说呢，咱俩离婚了，你的事儿我不该管。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，只有脚知道。呀，那我这是一个知道，一个不知道。哎呦，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！我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行行行，我走了。老公，明天咱们球场见，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。小健呢，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。打他还用明天呢？你叫尔夫啊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吧？冬梅啊，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，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。但是我一来，我看你也没这意思，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，我想找回点面子。可是，什么玩意儿？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？啊！我就说嘛，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？我俩也是编的，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。啊？他是你大堂经理？嗯。怎么的？搞仕途的。OK， 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！哎，你是？我是郝建的内人，贱内。郝建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弟妹呀、啊，你可能是误会了，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，说开了就好了。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，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，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。你俩现在都和好了。所以说啊，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、啊、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。来，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。郝建，快哄哄你媳妇儿。行，郝建你说吧，我听你怎么说。咱俩还有啥说？要离不？离！我是问你要离不？离就离！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。这是橘子呀！哎呦，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。哎，打败你的不是天真。是无邪。哎呀！你说我这人呢，有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。这不，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，我骑车的在后面这顿追呀，寻思告诉人一声，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，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。这刚爬出来，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，你全责，赔了人200块钱。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？我发誓，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，我就不叫郝建，我就叫非常建。哎呦，啥也没看着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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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妈呀，你赢了。大妈呀，你没事吧？79了，咣当一下拍地上了，你说呢？哎呀，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，疼不疼啊？哎呀，我的胳膊肘啊。哎呀，我的破棱盖儿啊。哎呀，我的腰间盘呐、啊。哎呀，都不疼啊。我大妈都这会儿了，就别用排除法了。那既然都不疼，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。我试试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这走是能走啊，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。哎呀，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？那肯定的呀，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，这没起火就不错了。来，大妈，我给您扶起来啊。哎呀，小伙子，
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你摔的也够呛啊。我没事儿。你是个好孩子，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。我这做好事上瘾。这要换了别人啊，撞完我早跑了。大妈呀，你这是摔懵了呀？啊！而且懵得很突然呐。你是自己摔倒的啊？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。你看，那是我自行车，铁证如山。哎呀，车圈都飘成那样了，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，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。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，我那车是追尾追的。哎呀，我的尾追呀！我说的是追尾追的，不是追尾追了。我说的是保险杠，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？完了，大过年的，尾巴根儿还撞碎了，行吧？岁岁平安吧。哎，我说大妈啊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真的没人撞你？没人撞我，飞出十多米呀。那你要撞了我，我现在都出国了呗。不是大妈，你啥身份呢？你出国还能免签呢，是咋的呀？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，那飞几米呀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？行啊，大妈，咱不掰扯啊，咱看图说话。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。完了，头没了，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。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怎么的？你还想走啊？走肯定是不赶趟了，我得跑了。哎，你媳妇儿，我马上到家了啊，别着急啊。等等，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，也没个人来扶一把。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别人不管，我管。大妈，你别动啊！我马上发条微博，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，让爸妈都转都评论。媳妇儿，记得给我点赞哦！哎呀，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。惨你不扶一把？来，大妈。咱先坐起来啊，大妈，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，但是我求求你了，您帮我证明一下，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，好不好？哦，这就对了吗？我是好人好见，就在刚才，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，也不知怎么，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。我放下一切顾虑，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他。到你了，收点下巴显瘦。我是个无辜的路人，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，完了你还要跑啊？大妈，你这么顽皮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跟我来这套。行了，别哼哼了啊！你赢了，你呢？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！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。来吧，大妈，别冻坏了，我把大衣给您披上，暖和不？刘德华同款的，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？良心发现了吧？哎，大哥，哎，怎么了，小伙子？这儿有个老太太。你撞的？真不是啊！快跑！我扶过仨，结果呢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哥以前开的是大奔，大妈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。这么说吧，
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，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，你明白我意思没？那咱这样啊，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。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、吕洞宾与狗、农夫与蛇、郝建与老太太。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。说从前呢，有个叫东郭的先生，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，在那儿嘎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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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骑了一脸大嘎哒呀，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，啊，这个狼啊太磨叽了，要扶你就扶，不扶你就走，你给好人腾个地儿。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？你走吧，去吧去吧，逃逸去吧。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？老这么说话，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你走不走？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。你不走是吧？好，我走。不是大妈，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？你这是，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？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，完了我把狼救了，回头狼还要吃了我，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？我才听明白呀。你搁这指桑骂槐的，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，你以为我趴活呢？说谁是蛇，谁是狗，谁是狼，骂谁好贱呢？你才好贱呢！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，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？你把我撞倒了，哪怕说声对不起呢？不仅不道歉，还反咬我一口。我告诉你，哎呀，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。哎呀，这呀就是证据啊！我今天就是豁出命，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。哎呀，不是，你是怎么挪过去的？啊，不，大妈，你没事了？我被你气的。别。这气人还能治病呢，那我这是气功啊。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。啊，来人呐，来人。爸，什么情况啊？救星啊。啊啊，刚才呀，啊，他啊你怎么还倒了呢？他，大妈，你这骑的也太快了！这车圈都飘成这样，你飙车了？我，你看你把人给撞了。他不是我撞的呀！大妈呀，这车在这放着呢，人搁这躺着呢，事故现场太清晰了。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，不是我的自行车。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，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。他呀，哎，我刚才，大妈呀，别激动啊，我来处理。来来来来来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同志啊，那个。没摔坏吧？疼不疼啊？哎呀，我这胳膊肘啊！哎呀，我这不灵盖啊！哎呀，我这腰间盘呢，啊，都摔坏了？都不疼啊？都这会儿了，就别用排除法了。这那没事儿，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？走应该是能走啊。啊，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。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？呀！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，闹了半天，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，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了吗？啊，看这样，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。你哪飞十米了？那我飞几米？都这会儿了，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，有意义吗？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。
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？哎，同志，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这，哎，这，你不追尾那小子吗？处理我事故那交警。哎呀，完了，他俩还认识。来来来来，手放下啊！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？警察叔叔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，在前面走着，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，我好心过去扶一把，大妈就摔懵了，非得以为是我撞的。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，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。哦，明白了。大妈呀，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，事故就是我处理的。嗯，不是撞我撞的吗？大妈呀，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？再说了，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他要撞您撞成那样，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？也是啊，那我是咋倒的呢？大妈您看，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，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，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，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。哎呀，来拿着。哎呀，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，人家还多给你100，让你拿去修车。这不但不凉了，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呀，我搁那拧啊拧啊，一个台阶迈空了，完了就摔倒了。终于真相大白了，大妈呀！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我气，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。孩子。大妈这么误会你，你都没走，还要扶大妈，好样的！大妈，这人倒了咱不扶，那人心不就倒了吗？人心要是倒了，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。走，大妈，咱们上医院，坐我车。不用，不用你的钱。大妈有医保，臭小子听贼呀，咣当一下躺地上，你还按表走上了。我心眼多多呀，我都没转呢，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，那还不得自然了吗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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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大事了，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，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，不是一位新局长，一上任就搞整风，在这节骨眼上，我们科长传唤我，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，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。哎呀，完了！马科长，马科长，哎呀，小好啊，进来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搅您睡觉了。没事儿，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。坐。最近家里都挺好的。眼巴前还凑合。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。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。我检讨，我太贪玩了，打乒乓球害人害己，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，我拒绝黄，拒绝赌，拒绝乒乓球。我这么跟你说啊，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，他也喜欢打乒乓球，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？科长呀，您这就为难我了，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，局长我哪敢管呢？郝建呐，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，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就放心了，工作总算是稳定了。郝建，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？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。
你不兴奋吗？兴奋点在哪儿呢？来来来，你坐这儿，你看啊，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，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，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？红人了？韦小宝陪康熙摔跤，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？太监呢？行了，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，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，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，分清主次。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，那不成马屁精了吗？说谁呢？我不是那个。说谁马屁精呢？能干你就干啊，不能干你就走，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。我还真就告诉你了，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。哎，你看马科长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，这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郝建，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，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领导喜好图，我告诉你，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、星座、血型、生辰八字。这个喜欢钓鱼，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。这个喜欢打麻将，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。这个喜欢文玩，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。这个喜欢我，所以好见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说到关键地方，咋还给扣上了呢？哎，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。总而言之啊，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？知道了。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，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。说谁呢？哎，你这个嘴呀！哎呀，呸呸呸！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？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？我也纳闷了哈。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，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，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，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？不单单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开会是讲究技巧的。领导一发言，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，我马上给一个，领导就想了，怎么的？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？等他全说完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马上就跟一个，啊！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，而且大彻大悟，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。啊！听君一席话，颠覆人生观呐！所以说，郝建，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，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，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，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。哎，明白。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。那我这一欠揍了，是不是就能转正了？何止是转正啊，看见了吧，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，郝科长。郝科长，郝科长，来来来，郝科长来，坐下坐下，郝科长，坐这感受一下，坐坐坐坐，感受一下，坐坐坐。尝尝做领导的滋味。哎呀，这椅子是舒服呀，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。哎呀，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，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。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，郝科长。喂，我是郝科长，你是哪位？杜局长。呀，那对不起了，您拨打的电话呢？他关机了。你给我起来！哎哎，杜局长，对，我在，我在。啊，听，刚才是串线了吧？啊，您现在又过来？好的，好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。局长马上到。太好了！
来了，我们俩去哪儿玩啊？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这个老局长进去了，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。以后呢，你们就在我这儿玩，我给你们当裁判。郝建呐，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，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。贵人呐，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，我净走弯路了，谢谢了马科长。哎，不，马处长。哎呦，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，郝科长。早晚的事儿啊，马处长。哎呦，使不得使不得，郝科长。使得得使得得，马处长。双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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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持情绪，好，准备迎接。在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，我就处分谁。杜局长，哎呦，杜局长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你说也不知道是谁，啊，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，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，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？哎呦，杜局长，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。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，那就是歪风邪气。真是！围脖还带配重呢。风大，我妈怕刮丢了。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，来，局长坐下说。马科长啊，哎，你可是老同志了。嗯，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，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？我说他们了，我说你们就再练，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。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。哎，别恭维我啊，有一年是亚军。其实这个乒乓球啊，我打的就不怎么样。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？全是水分。哎呦，不能全是水分。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得过一年亚军。是啊，那年我是副局长。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。好了好了，扯远了扯远了啊。嗯。哎，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，什么好消息啊？啊？好，那。啊，那什么，局长问你呢，什么好消息？问我呢吗？我姓郝，我叫郝消息。你叫郝消息？他妈给他起的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这。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？猜不出来吧？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，你猜想出来了，你再告诉我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这太没礼貌了，局长问你话呢。别鲜花太难了，我脑仁都要炸了。你好歹你别，你得是想一个，你再说说了，你再走啊。嗯。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，他总在那儿打乒乓球，啊，噼里啪啦的，滋哇乱叫的，影响马科长睡觉，写材料。啊，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，是吧？这个小同志反映问题很及时，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，啊，多余不？马科长，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。据我了解啊，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，是个好苗子，组织决定给他转正。打死他！哎呀，我这真替他高兴。好消息啊！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。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，没有捷径可走。只能兢兢业业、脚踏实地。另外，
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，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，你说你都不敢接受，多可悲呀。局长，我是郝振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够了，这是你的错吗？杜局长，是我的错，你要说就说我吧，是我思想一直松懈，疏于管理，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。妈呀，这是个乒乓球台啊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够了，马晶晶，马屁精，害群之马，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，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！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，溜须拍马走捷径，等候处理吧。杜局长，杜局长，我错了，杜局长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出大事了，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，必须是拒绝黄，拒绝赌，拒绝乒乓球，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，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。解放。祥子，咋不进屋呢？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还生我气呢？这两天你没来，爸心情可好了。那我这来了，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，省得他拿它打我。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？我都买了。你这是买的呀，还是捡的呀？这话说的，我这梨可贵了，正宗的南果梨。妈，这是梨呀。嗯。我还以为是俩姓呢。你少来这套，走走走，进屋来。我帮你拿。不，哎，我帮你拿，算。哎呦，我帮你拿，怕啥的？哎呦我的妈，掉了一个。来，走走。爸，哎，我回来了，爸。哎，哎，这水果放哪儿啊，家伙？你瞅把你给累的，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？买俩梨得了呗。你还真就买俩梨。不是爸，这俩梨是祥子买的。哦，空手来的。行，坐吧，等着吃现成的吧。我给你俩洗去。谢谢爸啊。不是爸，那祥子，你跟爸解释解释。爸，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。我知道。哎，你这解释挺好啊，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。那我没买吗？你不就买俩梨吗？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？这事儿跟爸讲啥呀？真是啊，这时候孝顺上了，行啊，爸吃这就行。说正事儿，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，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，对吧？可不是嘛，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，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，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。你那么拦都拦不住，完事还骂你，那还次要的，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，要知道自己被骗了，那年能过好吗？他也不得憋屈死啊？可不是吗？所以说祥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这这么多钱呢？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，让爸先过个好年，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。撞了，撞得死死的。啥撞了？咱俩这份孝心撞了。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，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那咋不填呢？我没钱。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？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？不是，我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不够吗？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？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？大概5-6万吧。你也别6万了啊！你是儿子，我是姑爷，咱俩一人出5万。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，我现在降个档，我买个5万块钱车，你觉得这样行不行？行，行就行了。但是建锋，你说你一科员开15万块钱车，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？整那么拉风干啥呀？是吧？咱就说，咱买一4万块钱车，它能开不能开？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，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！你那纯属瞎花钱，
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？打哪儿不能进点风？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。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？真皮座椅算吗？换针织的。我跟你说，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，夏天烫屁股，冬天拔屁股，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说的有道理呀、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，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？这就对了吧，姐夫，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。哎，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？啥呀？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。车壳子，车壳子嘛，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，能安全吗？咱不能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，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，那多结实啊，还能给你焊大点，焊个7座的。车壳子我再不要，那我真不剩啥了，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。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。你看你还不乐意了，你实在不喜欢，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？那祥子你啥意思啊？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是掏呗？你说的这叫啥话？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？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？喂，儿子吃力啊，谢谢爸。姑爷来一个，谢谢爸。要拌你吃吧。好嘞。这水果啊，吃多少洗多少，洗多了放不住，对不对，姑爷？嗯，对。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，我和水果全听爸的。哼，这什么钱啊？哦，爸，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，给你拿回来。哎，拦呢？啊？你怎么不拦了呢？还我上当受骗了，我告诉你，全世界的人被骗了，你爸都不可能被骗，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何止没出生啊，都没怀上。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，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。哥，你能挣到手吗？你不但挣不到手，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。还真是，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。这说的是啥呀？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？那到底是盐咸呢，还是咱爸脚咸呢？还我上当受骗？我把女儿嫁给你，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。哼，爸，你干啥去？存钱去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。这200块钱拿着啊，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，别老空着手。我没买水果啊，我哪天空手来的？仨人洗俩梨，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？你姐嫁给我，她不幸福吗？嗯，看这膨胀成啥样了？她被骗了，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。我跟你说，再这么下去啊，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，那骗一次上一回当。这回行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，那下回呢？谁堵？你堵啊？我堵。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。一提钱，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哎，咱就学骗子那一套，咱也好好骗骗他，咱让他明白，他不是神仙，他也会上当受骗，怎么样？这招太好了。啊，咱现在就上网学，真的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，你信不信？但我跟你说，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，被他戳穿了，他更得上天了。这个行，这个不低端。嗯，绑架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假装那绑匪，我就把你绑了，我看他信不信。走，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，再给他打电话去。好，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，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。行了。哎，这谁干着呀？祥子接电话，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。喂，喂，是胡自信吗？是我，你谁？哪位？
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，你让他少喝点，赶紧回来。没说完就给挂了，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？你像给我请假的。你厉害点，你拿出气势来，厉害点。哎，喂，姓胡的，你管谁叫姓胡呢？没大没小的，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抽你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怎么还给挂了你？爸生气了，扬言要抽我。他现在不是你爸，你现在是绑匪，绑匪，你厉害点。哎，喂，听好了。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，咱俩谁也别挂电话。你儿子被我绑架了，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！我保他留个全尸。全尸？哎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是不是做的水开了？哎，我救心丸，我救心丸呢，我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爸在找救心丸了。你怎么？你说绑的不是我，绑的是你，不是我也够呛了。喂喂，老胡头，你儿子是不是叫徐德荒？你说的那是我姑爷，对，就是他。你这样，你先把钥匙了。那不用了。绑匪，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，我儿子你要100万，我姑爷你要多少钱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这话，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？行，你出价吧。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？3万。多少钱？25000。你刚才说3万？那你还问？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。不值钱是吧？给我打！别打，这钱我给你，让我想想啊。10万块钱奖金，20000块钱税钱，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。这样，你也别100万了，我也别3万了，咱俩折个中，79800，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，行不行？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老头啊。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？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，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？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，啥不是指着他？你喜欢铁观音啊？人家找7、8个钢厂的朋友，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，你还想咋的？那能喝吗？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？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？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？白买了好几吨铁呢。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？什么呀？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。行啊，就算我把钱给你，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？当然了。你怎么保证？我怎么保障？我怎么保障？喂，大爷你好，你好大爷，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。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！你猜怎么着？我把赎金一交，他们就把我给放了。你说实在不实在？大爷放心吧，打钱吧你。人家把你放了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他叫的车马上就到。到了，大爷，师傅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行了吧，恶心死了你！赶紧把钱打过来啊，要不然恶心死你。行，那你把卡号给我，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。79800，谁同意了？100万，一分钱不能少，要不然撕票。别，给我打到他给钱为止。绑匪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好，喇叭，打！招招致命啊，全打麻将上了。哎呀，不好说。我打！哎呀，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！哎呀！我还打啥卡里呀？我亲手给你多好啊！亲手？你当我傻呀？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？别给我耍花招啊！继续给我打！好啊！哎呦！疼！哎呀！轻点儿！手机都给我打掉了，这么虎呢？比咱爸还虎！嗨！赶紧打钱吧！哎呀，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，哎呀！别打我好姑爷，不就100万吗？给我给，什么？不够我再给你100万，还不够的话，我卖房子，
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。别再往上添了，足够了。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？他有可能还不起的。姐夫，你别哭了，搂不住，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。爸那是逗你玩的。不可能，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。哎呀，穿帮了，穿帮了，不能啊，我刚才演的多真呢，怎么能穿帮了呢？哎，爸去哪儿了？给我打钱去了？不能啊，卡号还没给他呢。捐肾去了。妈呀，完了，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，那是倒了霉了。哎，爸上哪儿去了呢？啊，爸，再吃个梨不？补补肾。不用了，吃甘蔗吧，这个更补。行行行，咱爷俩一起补。我就你讨厌我，我就你讨厌我，你是中风反应，我毛了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干什么呢？嘿嘿嘿，远方的客人，请你留下来。哎呀，这笨蛋玩意儿！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儿，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，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，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。这脚脖子挺疼吧？哎呀，都敷弄了。哎呀，胡大爷，哎，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？对呀，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，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。大爷，没那好事儿，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？啊？不是大爷，你咋还不明白呢？你被骗了，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。放心，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钱也追回来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被骗。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。不是爸，你确实上当受骗了。那我们没敢告诉你，怕你上火。你收那10万块钱，是姐夫拿的。把那小钱啊，别往心里去。说你这事儿整的，你说你让我老脸往哪搁呀？滚一边去！大爷，记住，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，家人多劝阻，时刻要提醒。那行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，把钱领走。谢谢警察同志啊，回头我们就过去。不客气。回头？怎么去啊？叫个车呗。叫车？二位警察同志，你们怎么来的？开车来的。正好坐你们车走。行，爸这不服不行啊！警察便宜都敢占，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？这大过年的，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？